来吧，你们我们一起破解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你看啊，五个小小人巧克力叫鲜套餐，一个小舌头棒冰叫乱套餐，十个吧这是。哦，它是倒过来的十。25份三杯鸡三是什么套餐？这五仙是怎么来的？搞不懂。五巧，五巧不成书。我是这么书里有仙人哦，是这么来的。对，咱们得想出来前边是为什么变成仙跟乱了哈。对，为什么？真的想太难想了。乱，十个舌头等于乱。这边这个 J 呀、啊，怎么是十 ？A B C D E F G H H 那也不对。对了对了 ，A B C D E F G H I 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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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这个吧？对，所以它变成了勾嘛，对不对？那五呢 ？A B C D E 倒过来就变成了山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小小人嘛，单立人。对，25，一共26个字母，所以就是 Y 的话。Y 然后是三杯鸡，三和 Y， 羊吗？羊，哎，刚差一点了，我们，就我们就基本，我们路线是对的，路线是对的，对。羊得意，密码142，最常点的食物汉堡、炸鸡、羊套餐。耶耶耶！吃中药煎饼果子来一套。快餐煎饼便利店，不下单时间凌晨2到3点多多糖多了。Burger， 谢谢。我们就死掉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吓死我了，邓伦！我哎呦，这事儿来人了呀！我跟你说，邓伦太吓人了，我。